见过破产了还穿这么美的，我也没看过哪个女星出狱还可以穿得这么美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钟声后开始计费。不用打，他不会接的。不会接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他飞走了，去北京。他跟谁去了？你是不是想问我，他是不是跟 Andy 去的？他是吗？你说呢？ Andy 带了所有的钱去找菲菲，两个人化解了心结，天雷勾动地火，热情的拥吻，到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你不用想太多， Andy 跟光环他只能选一个，他当然不会选择 Andy 了。怎么样，这样的结果有让你看清楚菲菲是怎么样的人吗？你到底要找我干嘛？我亲爱的未婚夫，为反对而反对，吃亏人会是你自己。你还是跟我合作吧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啊？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再也不欠你了，是吗？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你夏涛和我 Linda 的名字永远都会连在一起的。徒劳无功的事，我是不会做的。我也不会跟你合作。这个地方到处都有菲菲奋斗过的影子，有我帮忙的话，非凡娱乐还可以继续存在着。夏涛，只有我可以帮你了。死者生前因服用过量的药物，进而影响神经，产生严重的幻觉，使得对行为的安全掉以轻心，导致造成意外的坠楼身亡。李总裁，叫我李翔就好了。这里的牛排很棒，特地有帮你准备。谢谢你对我这么好。对你好是应该的。这个衣服好衬你啊，越看越好看。今天的秀服是 C 品牌的哦，我也很喜欢，所以跟他们多借了一个晚上。有眼光，留着吧，我送你。李翔，你也对我太好了吧？看你开心，我也开心啊。谢谢你，李翔。来，我敬你。
今天一早就上工了，现在觉得有点累，整个人晕晕的。晕晕的，那要不要到床上躺躺休息一下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头有点痛，你帮我按一按好不好？好啊。好点没？感觉好怪啊，说不上来。说不上来，是不是昏昏沉沉的？就是觉得好累啊。原来是这种感觉啊。那这种你应该认得吧？就是我爸出意外的时候吃的那一种。你想这种药外面买不到的，只有非法管道才拿得到。说，谁给你的？我什么都不会说，你不要再逼我。到底谁给你的？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死都不会说。谁叫你这么做的？什么都不会说，我死都不会说。说不说？我不说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总裁，一切都还顺利吗？他死都不肯讲，摆明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势力。对了，接下来他见了什么人，去了哪里，打电话给谁，我都要知道。是，快去。这两个气质跟角色不搭，你换一下人吧。恭喜你高升了。谢谢。当初我带你进来爱迪斯，就知道你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发展。现在你竟然获得董事会的授权，最后这里的人事安排应该会更轻松。乔姐，这一码归一码，现在呢，人事的安排呢，是我说了才算，不是你。那。我们跟以前一样合作，只要我的人红了，利润一样分你。分我？分什么呀？以前被你压在下面的时候，我找你谈，你都不理我。哼，现在要我搭配你，坦白说，不可能。虽然我们两个一起做大了，对你好，对我也好，但是如果你硬要跟我乔姐斗，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人。专案呢，现在是我全权负责，压力大，事情多，所以呢，人呢，你就多看多挑吧。要是找不到我要的，那我就自己找喽。好啊，对了，为了庆祝你升官，那个礼物要送给你，这可是风水镜哦，防光又挡煞。哎呦，乔姐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太客气了。
不用跟我客气，这镜子你要多照哦。因为啊，可以提醒你，不要有一天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李翔做了什么，让你哭得那么惨？他为了逼我说出李阳是怎么死的，设局让我吃下当初给李阳吃过的药，还拿刀抵着我的脸。你怎么说呢？我这一次撑住没说，但下一次就不一定了。那你找我干什么呢？现在你要拿什么来堵住我的嘴？你去说啊，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和我有关呢？要闹大吗？好啊，关我陆大鹏什么事啊？来一次。